国饭圈最近流行起自己喜欢的偶像在社群上上传贴文就存款的文化。有一位李朱赫的粉丝 Amo 表示，每次李朱赫在 IG 上传贴文，他就会存30000韩元，上传现实动态的话就存10000韩元。结果最近他因为李朱赫暴走式的频繁更新，可爱的诉苦说好像要变成乞丐了，原以为至少要存3个月才能买到 AirPods Max， 照这个气势下个月就能买到。同时他也上传了10多天的存折，已经有455310韩元，可见偶像真的超常更新啊。而这篇发文也被李朱赫看到了，他透过 IG 限动表示，工作人员弟弟告诉我这件事，请告诉我购买 AirPods Max 的预定日期。之后还请 YG 职员上传了认证 ID 并拿走礼物的文章。面对这样超宠粉的行为， Amo 也开玩笑留言，早知道就存零钱买房子了，引发了网民爆笑。而大家对于外表看起来高冷的李朱赫，重启粉丝来竟然毫不手软，实在是被他温暖到了啦。